东电影公司创立在1943年，是我的父亲李火旺先生在日本创立的，那么迄今已经74年。那在1999年的时候呢，通过了 ISO9000 的品保验证，今年呢，产品全面的提升，通过 CE 的验证。主要的产品是在胶片装置，那胶片的这个领域非常的广泛，是一个产业的幕后工程。胶片导正是这样，印刷来讲的话，它没有胶片的话就不容易做套色。我们最强的部分，最自豪的部分是创新研发的部分，是我们是技术方面是非常的好。经营企业对品质这个坚持，还有对诚信的坚持，是其实是很难的，对一个企业的一个永续是非常难的。